我的天啊，你应该没有吃过无籽的火龙果吧？据说用镊子把火龙果籽剥掉，口感会跟燕窝一样，不信你试一下。实在是太解压了，每次我吃火龙果都想把籽吐出来，但是吐不出来。今天终于可以来体验一下无籽的火龙果到底是什么口感。超级无敌大一个，你们猜多少钱？它跟草莓熊很搭哎。两个蛋，咱们一起来剥火龙果。哎呦，尾巴这里有点发霉了，应该没事吧？别等一下，我吃完那个三天三夜，那就麻烦了。本来我就很瘦了。先切成两半，你们猜一下它是红肉还是白肉？密密麻麻的籽看着我压力有点大，不过它这个籽都是在表面的，比较容易剥。今天的道具就用它啦，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，还特别的冻。哎，很容易耶，你看，这样轻轻一弄它就出来了，这个很好玩哎，特别的解压。一下子就很多颗了呢。此处可以艾特你的男朋友给你包，如果他不愿意，那绝对不是真爱。有强迫症的小块真的可以去试一下，剥完你会觉得跟你的脸一样光滑。哇，啥东西也没有，一颗颗的像黑芝麻一样，真想剥开看它里面会不会是白芝麻。咦，那这样说是不是黑芝麻就是从火龙果这里剥出来的？哪里？那我剥完还可以拿去卖。哇，一夜暴富不是梦啊。我发现我最近这脑袋还挺不错的，剥个火龙果还能想到赚钱。虽然它这个籽很容易剥，但是我怎么觉得越来越多呢？剥不完的。就这张纸应该有几百颗了吧？表面的都剥完了，就差里面的，我要把它挖出来。还好有这一只武器，像地鼠一样藏得特别的深。呀呀，看得我眼睛好累，我没办法了，就这样吧。我现在看啥啥都是火龙果。挖一点来试一下口感怎么样。还挺好吃的，很甜，就不会很多籽在那里硌嘴。你有发现牙膏无论怎么挤，牙膏颜色都不会乱？是不大可能吧，一条普通的牙膏还有这种神奇的魔法？你试试就知道真假了。必须是，这两条牙膏还是我爸的，等下还要还回去哦。拿一个盘子来装，等下挤完还能塞回去，一点都不能浪费。这一条是绿色的，看好了，我要来挤了。哇，这颜色好漂亮，绿色和白色都很均匀。现在我要用吃奶力给它按摩按摩，看挤出来会不会还是这么的均匀。啊，使劲的捏，捏捏捏捏捏，不用对它温柔，就很解压，像捏捏乐一样。哇，居然没有变呢，依旧还是这样子，一点都没有变，真的这么神奇的？你可别小看我。那我这次来出大招了，我用这个进去搅和，我就不信它不会乱。插到里面去，转圈圈，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拿出来我来挤一下。要是这次挤出来这样，我就挑战用牙膏洗头。呀，嗯，还真的一样哎！我真的不敢相信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都那么用力搅和了，我还要再试多一次。我把这个尾巴剪出来，再用力搅，这样我也看不见，对不对？它就跑不掉了嘛。嗯，我爸应该不会骂我吧？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，你看我剪出来后，它里面是很乱的，不会均匀的呀。这次我可以无死角的搅和了，混合均匀。这个薄荷味还挺上头的，轻轻一点。你们看，全都是绿色的了。我再来挤，啊，还是一样。明明就全都是绿色的了，为什么还是这样子？一点也没有乱，太不可思议了！为什么会这样子？这是什么原理呀？ What？ 我突然觉得我这十几年刷牙膏是刷了个寂寞。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？国潮属性，里面可以拆出超大惊喜，每一个洞洞都有不同的东西。惊喜到底会是什么呢？好像是数字，一个洞一个洞的，像戳戳乐一样。还是那句话，点个赞，咱们一起来猜吧，猜到好东西肯定不会少了你们。先来哪一个数字好呢？哎，来个八吧，我的幸运数字。
哇，是一个特别少女心的城堡橡皮擦。第二个来个十八吧。超好看的中国结，这一盒应该是橡皮擦盲盒。如果我猜出来你们有看中的，可以评论告诉我，我可以寄给你们。第三个来猜个二十一号，你们猜一下里面是什么？是橡皮擦，也太可爱了吧！今年是虎年，点个赞，收获好运。来个十号吧，我这个人很喜欢从大的开始猜。哎，是一个小吃吃，收获一辆帅气的小跑车。你们用橡皮擦有没有这样一个习惯？就是擦一半后你就不想再用它了，然后就跟妈妈说我要买新的了，那个比较好看，这个它太黑了，我不要了。一学期下来，整个铅笔盒都是橡皮擦，真的是不会说了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好可爱耶！这是一个电视还是机器人呢？来个十一号吧。哦，是一只熊猫。这一个我要啦，你们不能跟我抢哦。一号，哦，是一台钢琴。三号，小企鹅。现在的橡皮擦做的都特别的精致。我要是不说，恐怕老师又说我是带玩具来学校了。一个是多少钱呢？这一只也太有趣了吧，呆萌呆萌的，手都擦得有点痛了，还剩下五个。超少女心的香水，这个好好看耶，粉嫩粉嫩的。终于猜好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合集吧。喜欢哪一个大胆说出来吧。咖啡粉、糖、水，摇四摆下就做出奶油咖啡。我的爸爸呀，咖啡加糖，摇四摆下就能变成奶油咖啡，看着就巨好吃。如果是真的，以后都不用花钱出去买啦。今天我们就来试一下家里别的没有塑料瓶最多。不要问我为什么，速溶咖啡往瓶子里倒，白砂糖，再一点点热水，拧上盖子，疯狂摇四摆下，让我们一起来锻炼身体。你们猜会擦出什么火花来？感觉有点黑暗料理。搅拌均匀，看这颜色有点像奶茶。倒出来，哇，蚊子还挺香的，试一下。Oh no！ 哇，甜到有点呛喉，太甜了。这是人喝的吗？不了不了不了，喝口牛奶压压惊，好吧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